泡热水都可以，它会膨胀，然后不用5分钟它就好了，就可以直接吃，加蜂蜜或柠檬。加蜂蜜或柠檬。对，就加一起就可以吃，或是早餐喝牛奶可以加。这个都野生的啦。对啊，玉先生没有这种自己种的，种不起来。是没农药吗？没有，是野生的。野生的。你上面那个石头，那个叶子绿绿那个大的那个，就是爱玉。就是照片这样啊。你说这个？就照片这样啊。